点击这里，开始第一场游戏吧。可以任意拖动交换怪物，当横、竖、斜连成三个，就可以合成与召唤。哇！恭喜您合出蓝色精灵形态怪物，可以打开拖出沙盘直接召唤哦。本关需要拖出三只怪物。战斗胜利将会保留一定数量战力最高的怪物，保留了哪些怪物会显示出来哦。恭喜您获得了新怪物，让我们继续游戏吧。这怪开始有步数限制，需要在一定步数内尽可能多的消除召唤出怪物。操作，如果您不清晰，可以查看帮助哦。在章节内大地图中，可以滑动手指移动地图哦。